三、二、一，send 的资料，那边收讯正常吗？有，我这边收到了。好 ，OK， 交接完毕。好，那你就以你的判断把飞机送到第四点，现在应该就可以送了。然后特别注意的是温度，温度现在在一度应该是 OK 啊，那就是注意引擎的那个转速跟油门的变化了。好，现在交给那边在管。好，那就交给这边。啊，有任何状况就接资料。我们 OK， 这是伺服机啦，对，那资料丢到这边，我跟他拿。我不觉得怪怪的。好 ，OK， 天线可以瞧一下，让他。影像再抄一下，现在 OK 了。等下如果影像没有看到或怎样，再来瞧。是东风打完的，所以这边资料还是可以透过网络对接收，但影像不行，影像是我们现在在算，算一算就是不对。现在距离我们距离差多远？我觉得现在我们距离的速度是吗？你可以帮他看转速的，然后就开始按打东风，距离41公里。这个影像慢慢越来越厉害了，现在很差，越发发育。这件事变成月相的影响，应该从第几点开始进入到海水？看到了，他是说1到10是不是？还是0到10？你说什么东西？他们讲啊，他们讲1到10，他说你放过我。看着我，我不断说，怎么打了一道？